最前的保安人员无一幸存，史老板让我们接你到安全的地方。你是说彼得先生死了？是的。蹲下。别把自己想得这么重要，就算没有你，老李也会找人背这个黑锅。哟，这话听着怎么像是来找茬的？找茬我可不敢，我就是临时起意想登门拜访一下。毕竟打了那么多次交道，连人都不认识，未免可惜。现在你认识了？认识了。告辞。对了，我在路上捡到一个人，看着像是你们店里的，就顺手带了过来。你们要不要认认？佑哥。臭婆娘，你把我兄弟怎么了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不想干什么呀，我只是好心把人带过来让你认一认。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我的人是死是活总得让我看看。那是自然。佑哥，玉姐，还有气。既然是你们的人，就请你自己看好了，别在外面跑来跑去，省得到最后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这就走了。你要留下我吗？佑哥，玉姐，快去找医生，把他带上楼。哎，快，扶佑哥上楼。来，佑哥，把他放桌子上。来，轻点，你们都先出去吧。帐篷你留下。好。玉姐，叶枫，小六，六哥，小六。小玉姐，你是革命党吗？不是。
那个女人叫织田显荣，是日本商会的会长，她不是个简单的人物。小雨姐，你要小心。我知道。郭教官，你今天干啥去了？不告诉。哎，胤禛，你看，那不是大明星吗？哎，大，我，咋了？我不想见他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个疯女人又来了，啊，我受不了了。走，我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不去，你下午有课呢。告诉你，老郭这几天不会来的。你咋知道郭教官不会来？我说不会就不会。走吧，信不过你，我还去上课吧。是不是兄弟？不是。啊，滚滚滚滚滚！别跟他说见了我。不行，我可是不会说谎的。我知道了。兄妹体，你有病啊？你怎么阴魂不散的？我是鬼啊，你看向我跑什么呀？差不多咯。出去一下你。不许出。出去，快出。兄弟啊，你管得挺宽啊。我再不管你成什么样了啊，你瞅你那德行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我就是没出息啊，我就是败家子，你看不出吗？我点了一桌子东西，哎，我就是花生米。咋的？门在那儿不送。想鸡巴走是吧？你干嘛？走！哎，能不能矜持点啊？这是全剧的最后一场戏了，男主角顶不住家里的压力，他要回家成亲了，临行前和你做最后的告别。你即使是挽留他，可是他还是决心要走。你内心极度的伤心，可是你的外表要表现出这个坚强的样子。当男主角转身的时候，你就割腕自杀。曲小姐，你好好揣摩一下当时的内心的那种感觉，它是非常的饱满的。好香啊，什么香水啊？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我给我女朋友也买一瓶。你有女朋友的？有啊，不过脾气不好，像个男人一样，可没你这么温柔。哎，曲小姐，哎，曲小姐，你有没有在听我讲话呀？我在听哦，你讲你的就好了呀。我，哎，胤禛，
你们聊什么呢？哎，别走啊！我站住！你说话分分场合好不好？你是我带来的人呢，干嘛？你想扫我面子是吧？我告诉你，别逼我发飙。我也没求你带我来，是你逼我的。哼，你再用那双贱兮兮的眼睛到处乱瞟的话，我就去你们学校，把你的事儿都捅出去。说喽，全世界都知道了。无所谓是吧？那我要告诉你，我去跟谢良辰说，说你在外面勾的女人用心不专。好啊，你猜他会不会吃醋？我。你有病啊！你有药啊！谢小姐，哎，谢小姐，站那儿，男人也不能过来。导演，曼婷姐，过。干嘛？过来。接到林雨飞了没？林先生回上海了。什么？啊，回上海了？昨天就走了。他说他家狗死了，他得回去参加葬礼。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？他是我电影的男主角啊，他走了我拍谁啊？导演，您跟我喊也没用啊，不然您看我像不像主角啊？真是的，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人，太没有职业道德了。我有一个办法啊，你看啊，这场戏的重点戏呢在我，林雨飞呢没有一句台词，咱们就找一个跟他身形差不多的人，只拍背影，然后等他回来的时候再补特写不就完了？哦，七小姐，你说的倒是轻松啊，哪里找？他，行吗？看背影倒是挺像的，但是顾少爷一定不愿意。哼，我有办法。顾少爷，要帮忙吗？顾少爷，您的母亲一定是个大美人吧？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有感而发。您的母亲一定是个大美人，要不怎么能把您生得这么英俊潇洒？您往这一站啊，咱们男主角的脸都没地儿搁喽。你们男主角谁啊？刚来了，跟曼婷姐吵了一架，气跑了。他又发神经。其实吧，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曼婷姐。你说人来了，今天最后一场戏，嫌麻烦不想化妆。那曼婷姐又说了，你说你长得连顾燕珍一根手指头都不如，你还不化妆，对得起观众吗？那人一听就不乐意了呀，顾燕珍是哪棵葱呀？还好看让他眼去，老子不伺候了，走了。薛曼婷虽然脑子有点问题，这眼光还挺好的。是啊，不过曼婷姐可就惨喽。嗯，在那儿被导演训呢。就是你这样的脾气的女演员，以后还怎么出来拍戏啊？你把工作人员都得罪了，把我也得罪了。导演跟她说让曼婷姐给人道歉，如果人家不回来，就让她再找一个男演员来。三条腿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男人到处都是。歪瓜裂枣倒是很多，但是长得像顾少爷您这样的还真没有。不要再这个样子了。管用的吧？顾少爷您多才多艺，会弹钢琴，长得还英俊，您要是当电影明星啊，那可真是不给别人活路啊。有你说的那么好吗？当然了，哎，我可不会骗人，我以我的专业眼光做担保，就您这样的，都不说国内影坛了，就算放眼世界，您这气势也是独一份儿。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哎，可是像顾少爷您这样的身份家世，应该不会做我们这一行吧？就算您愿意，您家里肯定也不同意。哎，
我真是替国内的影迷们感到惋惜啊。其实我家里不太管这些。真的？不过我没经验。您都长成这样了，还要什么经验呀？您往这一站，那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哎，您再微微一笑，那就是全民偶像啊。没那么夸张吧？真的有。哎，吴少爷，你要不信，咱们今天就试试。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这部电影如果有您的参与，一定大卖。可之前的戏都是别人演的，你这突然换人，观众能接受吗？没关系，大不了让编剧改个剧本，就说男主角吃了灵丹妙药，脱胎换骨了，连长相都变了不就行了？这样也行？可以。那咱们说好了啊。导演，顾少爷答应了。哦，真的呀？哈哈哈，好嘞好嘞，服装化妆，快快快，换衣服换衣服，太好了。来来来，化妆化妆，服装。啊，我还没答应呢。服装，快点快点，给他换衣服换衣服。干杯！哎呀，都辛苦了，快吃快吃快吃，快点吃快点吃。郑导演，喝杯酒吧。哎呀，先吃点东西了。别了嘛，先喝一杯嘛。哎，来来来，演不错。来，还行吗？你怎么演这么好？天赋咯。少来。哎，喝杯酒啊。那是因为那是你内心所想。其实你心里面呢是深深的爱着我的，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你有毒吧？你这么能编，你不去当导演啊？孩子一样。那个，顾先生。哎，干什么呢？别问他，男人跟男人之间保持距离，不懂啊？哎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喝酒。来来来来来 来, 来。喝多了。哎，你不行。盛导演，你没事吧？嗯，喝多了吧？没事，喝呢，喝呢。我知道了，白娘姐，她喝大了，我得送她走。送她走吧。那你怎么办？顾燕舟会送我回去的。就是她送你，我才担心啊。怎么说话呢，哥？就我俩，你看不出谁是被强迫那一方吗？我担心你。你说什么呢？你不许说他。哎，要吐了，你赶紧给他带走。我带他走，我带他走。那你自己注意啊。哎呀，没醉啊。我说你没醉，你没醉。咱走了啊。马丁姐走了。他都要吐了，真恶心，我也想吐。走了，陈美婷。嗯，走不走？快点走了。嗯，吴小霞，他们都走了，就是你跟我两个了。你干嘛？你说话就说话，你抱着我干嘛？我喝多了。松手。不要。快。我喝多了。你不是说你没醉吗？我刚才没有喝醉，现在有点多了。走走走，送你回去，送你回去，快点！我要回去，哼，我腿软，我走不动。那你想怎么办？抱抱。上来。嗯。骑大马。哎呦，哎呦。老实点。你拿这话干嘛？给谁的？反正不是给你的就是了。
顾先生，曲小姐，我是剧组司机，导演让我送曲小姐回去。太好了。啊，不行，你得送我走。这不有现成的司机吗？我也得送我回去。你讲讲道理好不好？一个女人讲什么道理？你说话不算数，你骗人。等一下，先生，这是别的客人点的。嗯，这份我要了，帮我打包，打包在前台。不是啊，我饱了。又不是给你打包。你去干什么？让司机送你回去。我不要。顾安贞，你要再不送我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曲小姐，您的东西。先生，打包好了。不用找，谢谢先生。曲小姐，我送您回去吧。你走吧。但是。你走吧。是。干嘛？哎，修水管呢，水管又坏了。我给你带了好吃的。哎，我不吃。草。哎，干嘛？水管还漏水呢。快点。哎，你干嘛？别动。吃了吗？吃了。桌子上的花找个瓶子插上，别上的少了。哦，好吃吗？好吃。甜不甜啊？甜。有多甜？很甜。很甜是多甜？哎，修水管。有我甜吗？顾元真，你修好没有啊？哎，修好了，这点小问题能难得住我？什么声音啊？上厕所。啊，爽！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洗澡啊？来来啊！水温调好，刚刚好。你看，两个水珠一出，真舒服。嗯，来呀，啊！顾远生，你神经病啊！
顾远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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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我，顾远真，楼下有人找你。你傻子，你说你要送我回去的，所以你就一晚上不回去。我说我要等你回来。冷不冷？这是手，走，回去。啊！怎么了？昨天晚上腿有点麻。我扶你，走。哎呀！又怎么了？我走不动。那你想怎么样？下车。下不下？我腿麻了，走不了路吗？真不下。顾远真，真的很烦，你又来这招。哎，大小姐，你什么？你为什么扛着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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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事，姐，小场面，小场面，不要慌。你放心，是呢。姐，楼上楼上，我住楼上。哎，回头再跟你们说啊。哎，顾远真，你累了，顾远真。哇，你把我们家屋子门踹坏了，顾远真，你帮我下来。啊，我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哎呀，肚子疼。哎呀，我的妈呀。哎呀，出去吧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给我站住。你一会儿有事啊？马上要吃午饭，你在这吃午饭呗。我爸妈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你们还没见过面，一会儿见一面呗。你不是脚麻了吗？对呀，好奇怪啊！我刚才脚是真的麻了呢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好了。薛曼婷，我再告诉你一遍。又来，我不听。我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听不见。我不喜欢你，我只是把你当朋友。是，你年轻漂亮，换做以前，我跟你玩一段没关系。可是我现在心里有人，我没功夫，也没有心情跟你玩。
顾燕真，你觉得我陪你玩是吗？这么认真啊？你把我当什么？西差不多就好了，再演就过了。顾燕真就是个混蛋。是啊，我就是混蛋。傻子才会看上我这种人。你段数不会这么低吧？讨厌我？讨厌就对了。你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你，这样就很公平。你现在来北方工作，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。大家相识一场，能帮你我一定会帮你。位置都摸清楚了，放心吧，姐。你这鞋不错啊，哪儿买的？必须的，必。这鞋啊，我爸他朋友专门从国外给我带回来。是吗？跟我车一样，整个凤安现在不超过十双。你也得瞎了你！对不起先生，啊，对不起先生。你知道我这双鞋多少钱吗？对不起先生，我给您擦一下。滚！啊，真晦气！哎呀，走吧走吧。新新的一双鞋，行了，回去擦一擦就行。对不起先生，老板。我买束花。啊，请进。小俊，嗯，什么事儿啊？好事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走。哎，等等等，你先说什么事儿吧，别到的地方又是你那帮叽叽喳喳女同学，我可待不下去。叽叽喳喳女同学，真把自己当男孩了。你是女孩，成天跟这帮大老爷们混在一起，你都快变成男人婆了。哎，男人婆就男人婆呗。哎，快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请假出来的。今天晚上有一个联谊舞会，我想让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嗯嗯，不去。哎，为什么呀？我没兴趣啊。怎么会没兴趣呢？肯定特别好玩，是我们几个学校一起举办的，真的。大姐，我很忙的，我宿舍水管坏了，我还要回去修水管呢。水管可以明天修啊，舞会只有今天有。去嘛去嘛。你干嘛非让我去啊？有什么阴谋？ 我哪有什么阴谋啊，你看你说的，我就是觉得你啊跳舞跳得特别好，我想让你跟我一起去跳舞。哼，我就知道没好事。哎，怎么会没有好事？这就是好事啊，求你了。真的，我水管坏了三天了。是吗？看什么看？我反手给你一下。你再退下。你再给我来一下。怎样？啊，翅膀硬了是吧？是啊。住住！我今天先不跟你计较了啊。
去哪儿？干嘛告诉你？你修水管修了吗？哎，又不是我一个人住，凭什么每次都是我修啊？嗯，哎呦，吃错什么药啊？走了走了，哎、不去吗、哎？我真服了你了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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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来了！哎，是啊，你好，你看，好好看，小俊，嗯，这谁的车？我一个同学的。你哪儿来这么阔绰的同学，能来这种地方办舞会？哎呀，这你就别管了，跟我走就是了。两位小姐，欢迎二位小姐，这是蒙面舞会，挑个喜欢的面具吧。啊、谢谢。里边请。小俊，嗯，我怎么越看越不对劲儿啊？哪不对劲儿？你们一帮穷学生，就算要办舞会，也不会在这个地方呀。再说了，你看这些人，哪个像是你的同学？你管这个干嘛？你来玩就行了。嗯，到底打什么主意？我什么打什么主意啊？你打主意。小姐，可以请您跳支舞吗？手帕弄脏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我跳舞啊？我不太会跳舞。好吧。
你经常来这样的聚会吗？没有，第一次来。舞跳得真好。谢谢。你朋友跳得也不错。还认不出我来吗？真的毫不在乎，服下这爱的毒。